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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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中入门，各位比丘、各位比丘尼、各位沙弥、沙弥尼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午安。请放掌。我们上一堂课上到了解，我们总说这个八法，在这个四教当中的八法的差别，列表说明当中呢，我们把通教藏教。藏通二教讲完了，现在我们讲别教。别教的教法当中呢，相对的，它的教法就地缘度来说，它是讲无量四谛；就缘十二因缘来讲，它是讲思义不生灭的，不思义生灭的什么啊？十二因缘啊。那么相对于通教的什么呢？思义不生灭是不同的啊。那么圆度地圆度度的话呢，是不思议的六度十度，不思议。为什么是不思议呢？不思议并不是说没有或者是神秘感啊，也不是的。不思议是指的无量无边，而且非概念所能涵盖，非你的思想所能涵盖，这位置不思议，并不是本质上是一种神秘，不是的。它可以真实的什么呀？现见。它可以现见，但是呢，它却不是你概念经验中能够思维的。这个不能思维这个东西是很常常存在的。你比如说，男女在相爱的时候，男人送了28朵玫瑰送给那个女的，因为那女人28岁，太老了，然后送给她。那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不能思议的，那多去思议的话，那落为形而下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是以物传情，可是那个概念是没办法描述，没办法描述，并不是等于一种神秘或者不可得。事实上，他两人能够以心印心了解。那么同样道理啊，那么鬼，我们讲鬼啊，我们讲神，我们讲天人，这个就我们现前的概念来说，我们也无法思议。在经上说啊，如果天上的女人下凡了、那个世间的凡夫啊，看了就会淫欲焚身而死。哇，要人家厉害啊，看不得就对了，看了看一眼就要什么焚身而死。但是你能想象得到吗？啊，我的不行啊，他素也，你最近慢行，对吧？但是就是经上就这么描述嘛，他无法思议嘛，但是他确实可见。你只要修天道、人天福报的话，你就可见。是不是？它不是神秘，它是存在，但是你现前的经验呢，无法对等思考。在天台家讲的不可思议是这种意思。我听过人家解释天台的不可思议，他说：“天台讲那个佛性不可思议，那语句当中有点调侃。哎，他还立一个不可思议，好像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也是不存在的东西。天台家立一个不可思议的佛性是很特别的，其实。”佛性就是在呼吸之间有啊，可是你无明的概念充斥着你的生命，所以你无法用你无明的概念当中去类比理解。但是不是说它是一种神秘不可得，你只要照修了你就能得。请记得，天台家所讲的不可思议，绝对是一种可确认的、可亲证的东西啊，不要动不动就是不可思议，就是一种好像啊你不可摸索。不过很遗憾的，就是因为不可思议，所以我们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。我好像在哪里曾经跟你们说过，当我们描述一个人说很好，好，非常好，有够好，那有够好还很少用，有够好是台湾话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大概好就只能分三级，是不是？而且用个好字。加形容词来强调而已，好得不得了，
现在还有人说好的冒泡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现在人的描述。但是你无法，即使是好的冒泡，你有够好，这你也没办法真正的分别跟非常好本身这个有什么差别。所以我们描述一个人一个东西的好，我们只能用很粗糙的好、很好、非常好这种很粗糙的三阶语言来分别。可是呢，光阴天的人呢，色界以上光阴天的人，他不是这样子。他们不讲话，他们用光。你知道啊，光就是什么呢？光就是无线电话，无线电就是光啊，你要知道，它就电直播的一种。你看看0935台湾大哥大，中华电信局呢就播光光一个0935，后面就六个号码这样变化，就给他了50万门号。0935光一个0935，他现在好像要出一个0938还是什么0933什么东西的，要跟他一样啊，他已经突破那个数目。但是他在光谱上面呢，那个光谱就是说那个所有的光呢照在荧幕上面呢所显示出来的位置，那个0935那个光谱照在一个照在光谱上面只有几千分之一公分的宽频而已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在这一点点当中能够分割50万个不同的用户，而不会互相的混乱。意思就是说0935以下可以有50万个什么呢？50万个不同的表示，表示0935我台湾大哥大的意见。也就是好，当他用光来表达的时候呢，可以用50万个分别来表达好，有50万个分别跟好、很好、非常好三个分别来比。语言可以用声音好、很好、非常好多几个音节，这样来表达什么？表达好的概念。但是如果用光的话，它只要现一个光芒出来，就表示了50万个当中的某一个阶位的好。所以如果光阴天的来表达好这个意思的话，他用0935这个电波，然后他分割成50万个等级的话，他来表达光阴天的人互相表达好，可以有50万种不同。从最好的第50万号到最不好的好的第0号，这样他可以讲。所以人类的语言是宇宙之间呢最糟糕的语言。我们是欲界天当中六欲界天当中的第七个，也就是我们根本不上欲界天，所以我们能够使用的语言是非常非常贫乏。那么你要知道，佛法的语言是通于宇宙三界内还有三界外，所以在这种概念底下，你说佛法是宇宙语言，是宇宙概念，你怎么能够用人类最漏略的语言来把佛法描述的完整？所以那些宣称应该在文字跟语言当中把佛法搞清楚的那些人呢，是最没有知识，是很没有知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因为我们运用的语言少，所以我们能够思维的东西也少，所以我们用少分的语言却能够治疗我们少分的病。很简单，如果我今天我骂你，我可以光一个好字就可以用什么50万种分别来骂你，我倒过来用讲坏嘛，也是50万种分别，那我的思维就要这么多。可是我只能用3种分别，坏、很坏、非常坏来分别想要骂你的话，那么我能够对峙也就相对的少一点。所以娑婆世界所运用的佛法呢，也是非常简陋的佛法。
我是指在语言上描述的，因为你本来人思维就这么简陋，它倒过来能够运用给你的就这么简陋。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佛期结束的时候做大回向，有什么呢？有向海深，向海庄严，也就我们释迦佛在娑婆世界的庄严 有什么像？有几像？32相，然后几个？80种好。可是呢，阿弥陀佛在其他世界所他的报身所示现的 是什么？是微尘相海身，是微尘相，不是82相，不是80相，不是32相，是微尘相海，是像微尘一样的美丽，他的身体的每一种特征的庄严呢、啊，有微尘的这么多个特征，也就是释迦佛示现在娑婆世界的庄严相只有32相，但是在其他世界所示现的竟然有微尘相，也就是那个皮肤的美啊，光一小块皮肤的美啊，有无量无边美法。一个鼻子的美啊，有无量无边，每一根头发都很庄严，每一根头发都有很漂亮的样子，那够炫了吧？每一根手指呢，都不一样的美丽庄严。咱们的娑婆世界的释迦佛不用那么多，为什么？你那把酒精超了，用32相都把你乖得嘚嘚嘚啊，32相，80种好就可以啦。但是他方世界要微尘相好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的众生太微细了，你要32相啊，比他们还丑，根本就不能看。所以极乐世界的佛一定要是微尘相，就讲这个。你要不会演绎他的道理，你就只是念念而已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咱们娑婆世界的大藏经就是把佛法描述的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哈哈，光大智度论你们看过人举手，看完过的人举手，摸过人举手，拜托摸过的，摸过大智度论叫皮那个摸过的，哈哈，还有人没摸过皮的，你看看，啊放手放手放，亚鬼啦，是不是是这样啊？不然就亚鬼就好了。但大智度论听说有1000卷。结果他翻了100卷，放在咱们中国里头啊，好像100个出家人当中看过的还不到1/10。所以这是娑婆世界已经最漏略的翻译本了。看过人有几？对不起，我没看完。那你们呢？我说过摸过人举手嘛，对不对？还不要看。所以你想想看。光在那边入海算沙也不行。我上午2堂课的时候讲到说要有解门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却要跟你讲说，你就是入海算沙也不行。你能搞到多少佛法？所以我有身证，证进去，证进去之后，哈哈，跟10方诸佛一鼻口出气，管你相好庄严，管你是微尘相好，我就能知道。可是你娑婆世界的人在还没有证得之前，你怎么想象微尘相好啊？每个毛孔都很庄严，那有可能？那有可能？我今天跟破的开杠，我看他那个破的那个手啊，你别跟他说啊，他会很伤心。他那个手的那个微细孔好粗啊，我看看我很细啊，但他的好粗啊，有够难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事实上一个毛孔就可以出无量无边庄严相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这好有代志。咱看查甫囡仔水嘛是雾里看花，对吧？吼，安尼泼泼啊，安尼讲会看就好啊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那叫做不可思议。所以啊，不可思议是绝对合理、绝对存在，而且必须的。如果佛法都是可思议，佛法就不称其为佛法了。那叫哪有他方世界的佛法？佛法都是你娑婆世界可思议的，那才笑话，那是笑话啊！所以说啊，执着文字见，执着我见，执着所谓人类的经验的那种所谓佛法，那是颠倒，那是颠倒。所以说，
佛陀在《地藏经》、在《华严经》、在《法华经》上面要讲经啊，乃至于什么《无量寿经》要讲经之前都会怎么样？放无量毫光啊，乃至于什么舌头怎么样？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那个消微这个脆劲，我要到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我可能覆这个茶杯都覆不起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这是你的想法，这是你的想法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是你的想法。佛陀累劫熏修，他现无量广庄严身的时候，那舌头就能这样。你看过舌头伸出来，用力伸，能不能伸到鼻子？你们来伸看看，用力用力，来用力了，赶快啊！伸舌头看看能不能碰到鼻尖，来看看能不能，赶快用力试看看，弄看看，用力一点，你试看看，用手去拉看看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有？我们现在试看看有没有人有。真的没有吗？那个红血你试试看看，你不能啊。如果舌头伸出来能够碰到鼻尖的，他三辈子以内不讲谎话。试看嘛，你有无？试足久的啊，还佫扭袂出来对吧？这样子，我听说我有一个道友，我忘记他是谁了，他斩钉截铁的跟我讲说，他看过这种。舌头伸出来碰得到鼻尖，啊，电视机前面的，居士也试试看看啊，试看看。您淘气看麦，还是今日洗身躯的时阵，硬扭，扭看麦啊，啊，这样子。但是释迦佛世界在娑婆世界的时候，他可以一伸出来碰到哪里？额头，啊，你看着都惊到，吊死鬼。对不对？吊死，你看过吊死鬼没有？舌头伸到这里，收不进去，收到这里，啊、哦，伊不是无讲白餐，伊是讲者伤多，捞出来啊，是这样。但是佛陀他能伸到这里，那你也不可思议啊。你说那个怪胎，他就是这样，对啊，真的有这样子的吗？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哦、那个就很特别，那个就很特别，对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像这样子就是一种生理的反应，生理上的一种记忆，这是你怎么你也觉得很难记忆，不是？那这骗富三千次大千世界，还是公棒杆？这个是讲给人家产生信心，这就是以个人的人类思维来看，所以不思议这件事情一定记得，千万不要用人类的傲慢。来看待佛法啊，好 ，OK， 那么就不思议的解释清楚了。那不思议的十度六度，六度十度呢？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啊。为什么不思议呢？一切不思一切法趋思，那么持戒一切法趋持戒，忍辱一切法趋于忍辱，宇宙万物一切法随举一法皆趋那一法。你比如说念佛一切法趋于念佛，那到了别教的菩萨的时候，是由一念心中观察那个空假中的分别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能够感觉到，当我念佛的茶杯也念佛，声音也在念佛，冷气机的声音都在念佛，那个心能转悟，所以那叫不思议，那个心已经不是凡夫的心，你不要说什么光修禅定就好，进入初禅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已经不是色界的，已经不是凡夫的身体了。那个把脉的时候，你的那个脉象，在从那个未到地定到登入初禅那一刹那，你的脉象是逆转的。要是有人那个时候中医来摸你的脉，会吓死。那个脉是死人脉，乃至于逆向的脉，那没有的脉，没有人类有这种脉。但是如果在禅定当中，入了初禅的时候，入初禅基本上没脉了，其余快要没有脉，很薄很薄。但是要进入之前，它要逆转，逆转的身体会麻、胀、酸、痒、热、冷，它会开始反应。为什么？你肉体开始变，也就是你的细胞啊，你的细胞完全变样了，已经不是人类的细胞了，是色界的细胞了，是这样的。你已经不再是欲界的人，那个时候不会再行影了。你证得那个，你就不想行淫，你觉得男女行淫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，很
很妨碍自己快乐的事情。一般沙婆世界认为行淫是快乐，但是当他进入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行淫简直是太妨碍我快乐了，是干扰，他肉体改变了。你知道色界的人他们是不行淫，所以他那个肉体不会让你行淫，所以进入初禅的时候就已经这样，就已经这样。所以这你怎么能失忆？现代医学根本不知道，根本就没办法，没办法鉴别的。不过必须要告诉你，那个禅定会失，就是。所以失了，你那个肉体怎么样？你的肉体又恢复那个状态，那你继续再进行禅，你必须长期的这样做，你的肉体才会这么一致，一直保持在那种超越的状态。所以说进入初禅的时候，你肉体会改变，会这样。那这也不是失忆，不是现代医学能失忆。不过我必须告诉你啊，要进入那个禅定啊，50岁之前，差不多50岁过后，以现代来讲，搞不好四十五岁过后就没机会。为什么？你要很强的力量，身体的力量，不然冲不过去。因为它是一种身心互变的过程，身心互变的过程。如果你肉体力量不够的话，冲不过去，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身体。好，那么这就不思议了，就谈完了，是这样。一切法趋失，不失者，一切法呢怎么样？不失为法界，一切法趋失，他就已经到了那个，已经到了那种阶。所以一度中摄一切法，就这样，应该这样讲，一度中摄一切法。你布施，那么布施能够摄一切法，持戒一切能够一切法都进入持戒，不是说一切法趋失。我修正一下哈，还不能这么讲，应该说你布施一切法都能够汇入布施这个法门，讲经说法乃至于。一切的行为就对了，因为你到别教的时候呢，你随举一法都能够入，是吧？你说你行布施一法，那么乃至于禅定般若，乃至于禅定，乃至于精进都进入布施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它还是法法分别的，不能讲一切法趋失，还不能这么讲啊。它只能说一法能够摄一切法，顶多还是这样。好，这不思议的六度十度。再来呢，它的理讲的是什么理？是三地隔离的理，也就是说，先讲空中空，再讲有，再讲中。那三地的隔离，他不会说一地中地就是空中，空地就是真地，他没办法这样讲，他也没办法这样证，是讲是三地隔离。那么他所证得的智是三智次第，是你他观察空地，那证得什么？证得这个空的智慧，也就是。他讲，他看真谛的，他观察真谛，证得空性智，也就是一切智。那么呢，他观察熟谛，他证得那个道种智。那么呢，他观察中谛，他就慢慢证得了什么？证得了一切种智。所以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他三种智呢，是慢慢的观，然后一次证一次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这样慢慢的证得。他证得是这样证，所以三智是次第证，次第证。那么因此他三惑也就次第断，他不会一断一切断。三惑：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。见思惑由真谛，所谓的一切智能断。那么呢，尘沙惑由熟谛来观，那么呢，一切这道种智能断。那么无明惑，根本无明惑由观中地，然后呢，一切种智能断，所以三惑次第而断。那么呢，他修的行呢，别教只修五种行：圣行、梵行、天行、圣恨、梵恨、天恨、病恨、婴儿恨。这三种，这五种恨，这以前我们都讲过，就不再重复。那三五种恨呢，是前一恨修完修第二恨，第二恨修完修第三恨。是这样子修，
那么所以他要沉沙劫海，依境中去修。别教的菩萨就是要，他还没搞清楚，他要以藏通的方便来修，所以要沉沙中去修各种恨。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样？我们现在还在藏教当中，那怎么能够修这种别教的行呢？这还不能。但是我们已经在用别教，已经用藏教的什么方便，在累积别教的资粮。那你要知道，圣恨就是我们现在入什么？入道修行就累积圣恨的资粮。那我们现在持戒就累积犯恨的资粮，犯恨的资粮。那么同样到天恨、病恨、婴儿恨，或许就比较不明显。不过我们有圣恨、犯恨的资粮，将来遇大善之事的时候，甚至在七天之内就让你屈入别教菩萨都可能，那个要快很快。那慢也很慢，好几节慢慢熏。那有一个最快的，就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去的话，这个全部都会一下子就由藏教、通教、别教就进入原教去，经历过。好，再来呢，修的位是什么？位不相似。他呢，初地不知二地，二地不知三地，一地一地的修上去，修到等觉，然后到妙觉。各地是不同。那么你说，那么弥勒菩萨要成佛，他到底他现在在金刚一念金刚无明未断，他到底他成的是哪一种佛？像这样子的问题呢，在将来我们适当的有机会讨论到。不过这个是运用性的问题，那不是那么容易啊。那考虑到很多，还有这个见性成佛，成的是哪一种佛？啊，阿弥陀佛又是哪一种佛？原教佛、别教佛、通教佛、藏教佛？那这样子的问题呢，就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啊。我们先了解一下，位不相似啊，位不相似，所以说他们这一因果方面是次第三观，修因方面它次第的三观，空假中次第三观，那么果方面是进入无住涅槃，是无住，是无所住，就是说无涅槃可住，但是呢什么有涅槃性可得啊，有涅槃性可得，那么这样子就是。所以说还有个涅槃，但是是无住的涅槃，不可什么不可知，那个涅槃性不可知。那么到了原教呢，是无作事地，也就是一切法怎么样苦空，苦即灭道，一切法呢虽是苦，但什么苦中即是解脱，即是菩提，虽是道，道也不离什么一切的世间相。所以说这个四谛呢是怎么样，是没有特定相，所以叫无作。到了原教的菩萨的时候，这个所谓的四谛法门呢已经不再有那个特定的相，一切法初中后都没有差别，都是实相。所以说都是实相的话，你也没有特别的苦谛，也没有特别的乐谛。苦跟乐是相对的嘛？到别教里头是有无量相，但是还不能够说它是没有相对，它还有相对法，它还有一个相貌单独存在一个苦有无量相这样子，只是无量无边都是苦，要讲苦无量无边都是苦，无量无边的相貌苦啊。但是到了无作四谛就不同了，无作四谛是没有苦这个单独存在的概念，要讲苦的话，乐也是苦。所以苦乐双明，那这样的话，如果这样都等于没有苦，那还讲苦地干什么呢？那问题在哪里？因为就修因来说，当然我们还是有苦。可是呢，就以缘解上来说，缘教的理解上来说，知道苦实非苦，皆如如。所以虽然有苦的感觉，凡夫来讲是这样。可是当他在修的时候呢，他已经了解原教道理的时候，他看到的那个苦虽然有凡夫的苦的感受，可是他不认为苦是真实的。宇宙万法都如此，那么道地也是，灭地也是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凡夫的立场来说有佛跟凡夫的差别，但是他知道本质上已经如如佛，没有差别。
这种是圆正的人，就是已经是什么样，已经是开悟的人了，他才能这样子认知的，才能这样认知，所以也就能认知这样之后啊，所以他你看看，他一开悟之后，他不再，他好像无功用恨，没有什么可以行可以修了，要讲修行就落入了有作了，就落入了有执着的对待性，他没办法修，但是他任运的什么保任那个概念，他就在修，所以你看他在戍边水下十字街头喝酒吃肉到处去，看他疯疯癫癫的那个样子，那就是已经进入到原教那种概念，他没有那种善恶修道不修道这种差别性，这叫无作，这也是不思议不生灭时的因缘，也是称性的六度啊，那称性的六度呢就是体外，就是讲到说所谓称性是什么，称性就是整个法界性，思维法界，一切法趋思，是趋不过的思维法界，就你要讲布施的话呢，你一念心起来，整个法界跟你都在布施，你一念心忍入，你整个法界跟你在忍入，这很怪异，因为法界在我们一般认知里的法界就是我看到的宇宙，宇宙就是法界，所谓法界就是法所存在的范畴，谓之法界，借着范畴的意思，范畴的意思。那么法界呢，一般佛门里的严格的定义就是一切法所存在的范畴，到了原教里头来讲，是一念心即是法界，所以法界即是一心，一心即是法界，所以这一念心动起来要布施，那么法界都是布施，所以说思维法界，一切法趋施，是趋不过的，你一念心想要布施，这个整个的法界跟着你都在是布施的事情，都是布施，没有被布施的对象，也没有布施的物，也没有能布施的人，一切法界的布施当中，那么正在布施，你修这个法门，一念心进入布施当中，那么法界一切色身香味触法，一切人我都入了布施的法门里头来。那到底是什么个情境呢？你一念善心想要布施，你布施的对象就充满法界，无欠无余，你想布施的就是整个法界无欠无余，这样能懂吗？那么能布施的也是整个法界也无欠无余，就在那布施行布施法，所以你会看到所有人都在行布施法，那你也会看到所有人都受到你的布施，你也会看到整个法界都受着你的布施，都变成是你布施之物，三轮皆在法界当中，所以说一切法趋施是趋不过的，没有超过那个法界的布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法界之外还是法界啊，是不是？是这样，这个叫称性六度，那就光专修一念心啊，就专修一念心。那么好，这样的称心流毒，好，那么他修的妙，他修的理是什么呢？圆妙三谛，所谓妙者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圆者是什么？当下顿足的意思，当下顿足不可思议的三谛圆融。你看到中谛了吗？中谛具足空谛，真谛跟熟谛。你看到熟谛了吗？熟谛就是具足中谛跟空谛，所以任何一谛皆能含摄其他，所以你看到，你如果看到狗，你当下看到没有狗，那狗就是缘起性，你如果用藏教的方便来讲就这样，但是你如果用 体空观的话，你看到狗你就等于没看到，但是你知道你有一条狗在哪，那么呢，这是空有双同时看到，你看到有一条狗在哪，但是你当下就知道这狗不真实，是我的意心中所现。好，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这就是什么呢？当下从有当中看到空，然后你又知道这是你心中所现的，所以它其实也不空，它就如幻了一只狗在那，这是熟地，然后你再发现这只狗其实这只狗就是既不离我的心，也不在我的心内，也不在我的心外，其实这只狗就充遍着我的整个心，任何一个人乃至跑出来一只
cat 猫也是一样的，冲骗了我的心。事实上就是我的心有口有毛，当下就看到这一念心怎么样具足什么呢？具足如幻如化的狗在那里，所以变成你的心中的狗跟外界的狗是冥合的，也就是你所看到的一切境界都最后看到你自己的心。这就好像你永远一直看一直看用力的看，最后你看到你的后脑勺。地球是圆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射一把箭射出去，你那把箭一直沿着地球表面射射射射射，最后会从你的后脑袋跑出来，你瞄准，你射，它会从你后脑袋跑回来，就好像这样。能观之人，能观之人即是所观之境，能观之智即是所观之理。他都最后是看到这样，这才叫做众谛，是看到这当下这三谛全部在一起。所以你说熟谛，你说看到东西，你的观空，这叫真谛。然后呢，从真谛里头不爱它的妙有性，你说看到熟谛，这些都不难理解，都不难理解。特别的就是，你当下知道空也好，中谛也好，熟谛也好，真谛也好，这个当下都不理你这一念心，唯有你这一念心离中谛离中谛离熟谛离真谛。啊，即是中谛，即是熟谛，即是这个真谛。所以你看到那条狗，你其实你看到你的心，随时都看回你那念心。你看到有人在杀人，你也看到你的心，所以你完全如如不动。乃至你看到一个峡谷，你也看到你的心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峡谷的时候，你如果要救众生，你念头一动，就一个桥在那里。那人就可以从那个桥走过去。所以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能够寻声救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三谛圆融所得的利益。它完全是一念心，所以一念心中能够升起法界一切物性，能够理事圆融，这样子叫做圆妙三谛。它理能够通透到这里，那么事也能够实践到那里。不过现在先讲理，就是这样。就你当下看到一切就是那一念心，那么怎么样子看，那是一种长期的观的过程，就是观察一念三千，好，那么就能这样慢慢的入这个理。那么他得什么智？你观那个理就能证那个智，证三智一心中得。你看看一心中得，就是一念心中当下具足一切智，空性智，道种智。就是所谓的这个有熟地智，然后再来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也是中地的智慧。一念心中三智是什么？不前不后，同时存在，没有分别。这就因为你观那个理，观到后来你证那个智。再来，你能够断什么？你如果得这个智，你能够断什么？一断一切断，没有什么见思或断了，再来断。尘沙惑再来断无明惑，你那一段是根本的，从无明惑一段，那无明惑一段，那个见思是立在无明上面，那无明一段，那见思就倒。就好像说，你如果要砍树枝，不如把树根砍断，那整棵树一倒下去，树枝就不用砍了嘛，它就自然断了。所以一断一切断，它直接砍树根，这样懂吗？是这样。那么别教是什么？它也砍树根。但是他从什么？他从小的树根慢慢砍，慢慢砍，慢慢砍，然后他最后才把大的这样砍掉。但是原教的话不同，他一次就什么从连根拔起，连根拔起，还不叫砍，连根拔起，所以一断一切断，没有说从短一点的根慢慢断，慢慢断的，没有，连根就这样拔起，所以一断一切断。那么一恨一切恨，我刚才说过了。既然是称性六度，那么思为法界，一切法趋思，是趋不过等。那么呢？那么般若为法界，一切法趋般若，般若是趋不过等。所以说，既然思为法界，那么法界中的一切行为都是布施的嘛。所以只要你随起一行，这一行就通遍一切，一切对象，一切内容，所以一行一切行。所以说，一起于坐就能够修一切行，修行是这样。那么这样子修法快不快呢？
极生成佛就是这样修的，那就够快了嘛。你要修三大窝身奇劫就不必了嘛，你一行一切行，所以说密宗讲极生成佛也有他在天台里面是找得到他理论基础的，是有这样子啊。那么一位摄诸位也是这样，他就不再慢慢的登出第二第三第三大阿僧奇劫来尘沙劫海来修，他就不必了，一位摄一切位。不过这一位摄一切位还有一个更有他还是有分别，在这一位你坐牢了没有，坐扎实了没有。所以他讲六级佛就是这样，理级、名字级、观恨级还有什么级啊，相似级、分正级，再来究竟级，是这样六级。那么都是级，都是在入佛位，不过呢他就入的深不深，他们已经没有阶位可分了，就要怎么讲呢？好，这样讲好了。你吃双麒麟，小弟弟也吃双麒麟，那个厨师也吃双麒麟，每一个人都吃一克双麒麟吃下肚子。可是请问，谁感觉的双麒麟味道甘美？厨师，为什么那个厨师他特别会尝味道，所以他吃下这个双麒麟，他感受的味道特别的多，特别的完整。那么你吃的呢，会稍好一点，但小孩子吃呢，边吃边玩，根本没味道，是吧？是不是？那边吃边玩，他是喜欢吃而已，吃的也问他什么味道，好不好吃，他也没什么感觉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谓的极的意思是你有我也有，你有的跟我有的完全一样，可是呢你显现的多还是我显现的多，那就看我们的极在深还是浅。理极完全没有，外面那些凡夫走来走去正在杀盗淫妄的那些人，他就是理极佛，理论上他们是已经是佛了，但他们完全不清楚什么回事。你跟他讲他是佛，他还骂你，一笑，我都不信，你讲我是佛，他会，但他就是，但是呢，名字级就是我们，其实还不是我们，我们外凡还不算名字级，我们连凡位都还算不上，但是我们勉强这么说，名字级就理论上，就文字上，大开眼界，所以知道我真的是佛，这什么人你知道吗？智者大师。智者大师呢，入玄陀罗尼的时候就是名字级，这样才入名字级。就是就概念上，他已经完全清楚他是我是佛。那么我们现在算不算在概念上知道我是佛？你想说也算了，好吧，那就是名字级了。那么名字级之后，因为概念知道，所以依着概念去修，就是观恨级。但这当中他。他的佛性跟我的佛性完全一样的，观恨级。那么观恨之后就有观有恨，有观行有观行，有观就有行，慢慢显现佛性。在这时候还没有彻见，还没有彻见，还没有这，可是有个相似的影子在那，相似级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月亮。我们这种月亮啊，这凡夫的月亮是什么月亮？凡夫的月亮是那个初一的月亮，有没有？初一有没有月亮？没有，对，它在地球，它被地球遮住了，在地球的背面，对不对？它被地球遮住，所以我们初一是看不到月亮。朔望的朔是看不到月亮。好，但是明明有月亮，它被挡住，这叫做明字极，这叫做理极。那么什么叫做明字极？人家告诉你有月亮这回事，也拿相片给你看，是相片，是一种概念，相片给你看，那你月亮是这回事儿，但是你没有真正抬头去看，你没有，你是看相片，看概念，然后你清楚说，我相信真的有这个东西，这样叫做明字极。那么观恨极是什么呢？开始抬头往天空找月亮。
这时候是初二开始，月亮露头了，露出一点点，露出一点点，但是乌云蔽日，所以你看不到它，你还没找到，但是你已经开始去找了，这叫做观恨，你已经知道怎么去找月亮，叫观恨。那么什么叫相似？你已经找到了，不过呢，被乌云遮住了，那个月亮从后面微微的透光。微微的透光，你已经模糊了，知道那就是，那就是，你再也不怀疑说有没有了，因为明明就是，你已经听到声音，看到影子了，叫相似。那什么叫分证呢？拨云，把云拨开来，露出真正月亮的光一点点了，这下完全不怀疑了吧？这叫分证。那什么叫就近？云全部开了，月亮全部现。这叫做究竟，你知道了吧？所以六级佛能够拿月亮跟我们的关系来分别，这样。那么这不管哪一位，月亮一直在那儿，是吧？不管你是明智级还是最后究竟级，月亮从头到尾没变过，它就是那样。所以一位一切位，一位摄一切，摄一切位。你最后能得的那个，其实早就在那儿。一位摄一切位。那么再来因，圆修三观，他圆修三观，他三观同时修，三观同时修，那到底怎么修法？当然，这是在他的摩诃止观里头有提到，现在暂时不提。那么就是圆修三观，那么果呢是圆证三德，那三德好像我们也提过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哪三德啊？解脱德还有什么？这个般若德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是吧？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三德同时证的啊。法身德啊，法身德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性净涅槃，就是就性上来说。一切法皆是清净无染，所以就证得法身德。什么叫般若德？一切法皆怎么样？皆具足般若智慧，般若德。什么叫解脱者？一切法当下即是解脱，所以你也能够先只是方便来解脱一切众生，而众生其实已经解脱。所以说，从本体上来讲是法身德。从它的本质上来说，它具有般若智。从束缚上来说，它不受一切束缚，所以是般是解脱的。所以一切众在佛的眼光来看，他看到的众生呢，如幻在受苦，他并不认为众生真的有苦，所以他不会带着眼泪去度众生，他也不会是这样，因为他有究竟的解脱的，所以他才能这样。那么语文这方的概念以前已经提过了，那我们就不再重复，啊，就是圆证三德。以上所提啊，不过是把藏通别圆以八法的分别呢，再略略的来跟你分析一下，这个藏通别圆四种教法，在这个八种内容当中各自不一样，教理自断恨未引果。不过呢，就真正的修行来说。真正的修行来说却没有那么复杂了，因为这就道理上你要分别的很清楚，那你才不迷惑，研究经典你才不迷惑，将来看到别人的佛法在显扬的时候，你也能够知道有个什么样子的概念。那真要修的话，其实就修你现前一念心，修你现前一念心。那么我们以下呢，就会进入告诉你到底修一念心的概念在哪里？那么，这一节课时间已经到，我们下一节课来跟大家继续，分析这个四法的内容的相互关系，再把它讲一讲。讲一讲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他修心的理论。虽然这个还叫理论呢，还不是真正去修啊，
但是这个理论，这种理论已经直接讲到修心去，那么你们就会知道说它并没有怎么样，它并没有太复杂的概念，因为修心就是要简单才好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先讲，先这节课讲到这里。向下文长赋予来日，请合掌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志归于佛，志归于佛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理解大道，理解大道，法无上心，法无上心，志归于法，志归于法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慧如海，智归一生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